话说最近叶枫是真的非常想赢包王哈，刚好是包王的生日擂台赛，看看能不能拆他的台呀、啊。打得好的话，也学一下他的哥哥吴志辉是吧？直接把包王踢头了。火星撞地球还是鸡蛋碰石头，兄弟们，就看这一场了。叶枫已经输了四场抢十的了哈，今晚一定要力求抢五赢他。长局赢不了，短局可能也不好赢啊，所以说看发挥了。还行，八神赢了。现在叶枫输霸王的最大问题哈、啊，就是他的八神经常输给龙二啊。尽管还不错，好抓过来晕了呀，怕一下啊。好，七弟打晕。我去，看来是有老板追加喝酒了呀，毕竟叶枫输的太多了。尽管一定要赢啊，有人追加了哈、啊，一看就知道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.别冲动，包哥。聂风这打法一看就是火力全开啊！好，传三。有老板追加了啊，看来是，不然不会敬酒的。礼貌还是要有啊。感谢啊，全胜木叶。第一把龙二没有打好，看这把龙二。打空了，吃葵花，再一乱动，再逃一下打晕，嗯哼，这一下又不敬酒了。Round two, ready, go. 好，抓过来，鬼步重拳魁倒。哎，这是蹲姿吗？果然是蹲姿。必杀！对了。莫莉多打蹲姿，死！好，哦呀，直接死掉。都是人情世故，开什么枪啊？好，刚 CD 想个挑拨关系啊，兄弟。这个钱币用得好，好倒地，别动。哦呀，跳得好快，抓！呀，猜错了左右。
好凶啊！火力好猛啊！包王啊，真的是啊，你要小心一点啊！岳峰是窝了一肚子火的，你连赢他四场抢十的，他能替你，肯定要替你的，我跟你讲，小心一点。嗯哼，这 AB 好，又是一个蹲姿。百合泽被防了，没办法。Round four, ready go. 必杀！哎，你看，你看。我就知道吧，延迟必杀就是手法好啊。压了，好，刚好乱动，我切，真的要剃头啊！要剃头啊！稳住啊，豹哥！我不想看你被剃头的哈，我想看你赢的。好 ，nice， 有气肯定带必杀了，气来得太慢了，还不刚，不刚就封位啊，点死你！好，破防了。嗯哼，晕了。这连续 AB 有想法的哈，连续 AB 之后是有机会赌一波萧峰抓到的哈。叶峰很淡定。
没有 S 了 ，S 的时代过去了，我解决不了啊，兄弟，那样都解下载不了，我就没办法解决了，知道吧？荷花牌的啊，荷花牌的，抛一下，好晕了。这个下逼之后接重拳好招啊，虽然是五连，不用啊，你就是打不开呗，我不知道啊。你不是有下载吗？之前，你怎么没有了？你卸载了吗？喂，谢谢王总，什么时候来的？感谢王总的那个红色宝石碟。哎，失误了。谢谢啊，谢谢王总啊，给力大切。祝你发财发财啊！好，套一下。这么晚才来啊，都已经快打完了。你拿什么让人家信你嘛，是吧？你说你拿什么人家让人家信你、啊？摆烂王，好比杀。这把是霸王最后的倔强了哈，不被剃头。最后的倔强，不要被剃头。好 ，AB 必杀，这波下期来不及了，擦一下，哇呀，升龙被抓了，要开始开会了，要被剃头了，我感觉。一个小光头过一下中秋，刚才踢了一次，不妨再来一次，又是 AB 抓，哎呦，果然剃头